大家知道这什么乐器吗？知不知道？这个乐器叫葫芦丝，是我们云南傣族的少数民族乐器。谢谢大家喜欢。优美的旋律，非常优美的音乐，让我们徜徉在一个音乐的海洋里面。那么这位先生在我们自贡，他很会吹，不是吹牛的吹，而是演奏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叫什么乐曲？葫芦丝。葫芦丝啊，葫芦丝。那么我们这位先生好像还没有自报家门。来，好，谢谢，谢谢。那么呢，我呢叫刘海，我呢是毕业于我们四川省音乐学院七八届的毕业生，谢谢大家。好，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刘先生。不要慌，我还没有介绍我们这个主持人，他那么帅，嘴巴那么会说，他就是我们的年轻帅气的团长李团长，谢谢。多谢大家捧场，多谢大家照顾，多谢多谢。我其实也是一个晚辈了，我也是一个晚辈。在上两次应该是在2015年还有今年，我都有到高雄来为大家表演，来为大家做主持。每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你们的掌声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再次感谢。那么同时我在这里还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关帝庙的黄甫龙，我们的主任委员。这是我们的黄主委为我们搭线牵桥，我们才能在这里进行表演，把我们最精彩的杂技节目奉献给每一位观众，让你们的新春佳节能获得一个愉悦的心情。好，话不多说了，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另外一个创新节目，这个节目非常具有情感，
非常具有故事。朋友们，静下心，慢慢欣赏。双人技巧，父亲送给你。
好棒哦。你对我说过的那些我也越掌声响起来。非常有故事的一个节目，非常的感动人。那么我们的女儿留下，父亲休息一下。女儿留下。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父爱如山。父亲的肩膀托着女儿飞翔的梦想，父亲的拥抱似海，守护着女儿避风的港湾。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长多大，始终难忘父爱，难忘母亲，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小女儿今天演了这个节目，我知道你非常的气喘吁吁哈，非常的投入。那么下面的观众也给了你热情的掌声。那么我想问一问你，对这个节目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但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父亲都能有一个女儿。掌声响起来。不知道大家，好，你可以休息。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他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父亲，但是并不表示每一个父亲都有一个女儿。这或许是冥冥当中的一种缘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父爱，珍惜孩子的成长，珍惜我们身边的女儿，珍惜我们的老父亲。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时候或许你还在忙碌的工作，抽个时间给老父亲老阿妈打个电话，报一个平安。同时祝愿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及你们的家人及你们的长辈爸爸还有你们的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接下来大家请欣赏的是魔术。那么魔术师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一个职业，魔术师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假的变得像真的一样。那么朋友们睁大您的双眼，有请我们的魔术师李希先生入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希，一名魔术师。每次站在舞台上呢，我都会很紧张，尤其是大家都不鼓掌，比如说现在谢谢。那么很多人可能对魔术的理解都是会用到很多高科技很复杂的道具，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我接下来用到的东西呢就特别的简单，绳子。好，解开给各位看一下，两根绳子像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呢，我想在现场找两位观众，咱们互动一下，好吧？一起来完成接下来的表演。有没有自愿的观众？我看一下。好，这位美女来，对，对，就是您。再找一位，您的凳子一并拿上来好吗？您坐的凳子。好，还有没有？一位美女。啊，这位。有两位美女。这位先生，好吧，来上来。不行，这个凳子你先放下。对，音控室的凳子给我一个，白色的。对，来，大家拍拍手给这两位观众鼓励一下。好，好，凳子卖多少钱？很值钱的。好，小心凳子。好，来，咱们一人站一边，您站这边，您站这边。怎么称呼你，美女？姓魏是吗？有男朋友吗？没有，我也没有。这位先生怎么称呼你？我今天没有。你今年没有？没有。你也没有男朋友？今天没女朋友，但是有老婆。哦，好。接下来我为什么会要凳子呢？检查一下，确认这个凳子没有任何的机关道具、高科技以及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就是普普通通的凳子。啊，过于敷衍，你必须认真的检查一下，你是代表所有观众上来的。好，你可以像考古一样仔细的研究一下。四个角，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机关。没问题。要不要美女再看一下？